直接从台南打。咱这无伊啊，遐下埔遐有头的。抓起来啊！现在大熊来了，我们就速速上完这个礼拜。这个我要讲一下，其实我第一次在阿桑那边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这个企划是很北南的、啊，我从这一次开始一直找一些各团的 vocal 来跟我们玩这个，这样就是有个团 vocal， 但他就是唱别人的歌，然后唱一些他想唱的，介绍给大家听，有点像是他是 DJ， 然后唱自己想要唱的歌，介绍给大家听这样。我们第一次做的时候，他跟我套这一条这样，其实那一天我不知道到底是喝醉还是他真的唱的太好听，我眼眶有泛红，我觉得超好听的，到底是喝醉还是你那天唱的比较好？应该是你喝醉，而且我唱太好。所以就是我觉得唱真的歌很有魅力的。哎，克鲁姐一点真该改啊，改不该改？我改改是改改改啊，对，改一条不要改改啊。我要去买去买。我也每次那个在百乐门，然后喝到半夜的时候，都每次都会听这一首。然后播放歌单里面这首后面播放次数超高的，笑啦对啊，就是啊，这首歌是台湾的 Neo Young， 有一天他问我说，好啦，这五百的歌啦，他问说五百是，他没有很喜欢五百，他问我为什么那么喜欢五百的呀，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的，就台湾的 Neo Young。当家的话呢，他讲另外要是他们的偶像啊，摇滚博主的呀。一天到晚就故意不，你别看我挖盖房哦。哎、欸，可是那个伍佰上次去唱什么？是大港还是大彩虹啊？是大港啊，大港哦。然后那个伍佰哥，当你知道谁吗？知道，水星那一块。然后伍佰哥他全部都没听过，可是伍佰唱一首歌，当做。这首我有听过，但是等现在要唱这首歌啊，唱乱点了，梦醒时分。干当你现在听过梦醒时分呢？干，然后如果真的在这旁边唱，我就牙没洗了。一个老外唱梦醒时分，哎，现在我在被撩花，出片呢。好了，太好了哟。钢铁男子，巨豪巨豪。出片。自然大和尚，麦听啦！哎呀，来啊，看他那么近。
像个钢铁般的男子，我会唱起我所有的心思，像我热情的心随季节而去，没有尽头，随着时间慢慢的模糊了痕迹，就让它去，或许有一天会想起，生命之中曾经产生